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88面，788面，第一行。维摩经迦详疏云：法眼净者，小乘也法眼，大乘呢也法眼。小乘法眼即初果，见四谛法名法眼。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小乘法眼初果就得到了他得了什么呢？见四谛法。我们也知道四谛法在这个大小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名相都很熟悉，一点都不陌生。那么我们有没有法眼呢？没有。人家是证悟的，我们是解悟的，我们是即问之学，人家是亲证的境界，这就不一样了。前面我们说的很多，最重要的是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都清楚，可是就是放不下。大小乘经教佛讲的很多，实在说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做实验，从他一生行仪上去观察，他19岁，舍弃王位，舍弃宫廷里面富贵的生活，这是放下烦恼障。他为我们演出知识分子好学多闻，19岁出去参学，到30岁12年，印度的宗教学术，他都曾经涉猎过。可是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即问之学。听得多，研究讨论，都是属于知识的范围。今天所说的。所以又给我们做一次表演，在菩提树下入定，把12年所学呢统统放下了，这叫放下所执障。这个障碍成佛了两大类呀，两种障碍呀，烦恼障、所执障。这一次把所执障放下了，结果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要记住，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跟广学多闻不相干。
于是佛在教学过程当中，大小乘一切经论里头常常告诉我们，众生所以为众生，众生回不了缘，见不了性，问题就是三种障碍。华严经上称它作妄想、分别、执着。一般大乘经教里面称它为无明烦恼，就是妄想。尘沙烦恼就是分别，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就这三种啊。这三种要放下了，你就成就了。三种同时放下，释迦牟尼佛表演是同时放下。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也是同时放下，这个叫上上根人，这一闻千悟啊！我们要记住啊，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现在人所谓是没有文化的人。而且家境非常贫寒，父亲早过世了，他跟他母亲相依为命，每一天上山砍柴，挑到城里去卖，卖得的几个钱去买一点米，买一点菜，回家就供养老母亲，生活苦不堪言呐，是属于靠劳力生活的。这个卖柴呀，现在没有了，现在厨房用电用瓦斯，不用柴火了。抗战期间还烧柴火。一般城市有相当规模的城市都没有自来水还是烧灶我们生活在抗战期间卖水的挑水到城里卖的，卖柴的，这是生活必需品几乎这种行业它有固定的主顾它照顾几家柴火水等于说它包了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很辛苦的行业。他靠这个为生，年纪很轻呢，24岁在卖柴，偶然听到，拿到钱出去，偶然听到，在房间里面，他在门外听到的，在窗户上听到的，有人在念经，他就站了一下。听了觉得很有味道讲得正好，等他念完了，他就进去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人家告诉他，我念的是金刚经。他就把他听到的这几句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给这位居士分享，这位居士听到感到非常惊讶，啊，这是很深的经典，他能听出意思，啊，跟他一交谈，了解他的环境，啊，这位居士，你的根性很利呀，啊，你应该去亲近无祖。啊，那么他家清寒呢，这一位居士非常慷慨，送他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找了一些学佛的同修帮助他照顾他老母亲，你放心去参学啊，你的老母亲我们大家照顾啊，这对他讲这天大的喜事啊，到黄梅见了五祖，五祖就问他，你到这儿来想求什么？他跟五祖说，我想做佛。大概五祖一生没遇到这样一个人啊，一般人都是求升官发财而来的啊，或者是学习经教而来的，他是要来做佛的你看目标不一样啊，啊，五祖也真了不起，你来做佛我就帮助你成佛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在寺庙里面分配他一个工作，舂米破柴，还是干他的本行啊，那时候五祖寺庙非常兴旺，每一天吃饭1000多人了啊，厨房里面工作人员很辛苦，叫他去舂米破柴啊，8个月他在那做苦工啊，寺院里头的讲堂没去过，一堂课没听过，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啊，五祖传衣钵了，衣钵居然给他了啊，我们就晓得五祖跟他两个人当中啊很有默契，别人看不出来啊，让他到寺院做8个月的苦工是什么？修佛啊，学佛的人不能没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不能弘化弘法利生啊啊，弘法利生要大福报啊！啊，让他去修福。至最后这天晚上召见，啊，半夜三更，我们估计顶多2个小时吧。啊，他不认识字，不需要给他经本看。啊，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概是金刚经1/3他就觉悟了啊，大彻大悟啊，提出他的报告，这像考博士一样啊，那就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5句话啊，很感叹的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本自清净，从来没染污过
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无足一听，行了，不必再说了，也不要讲了。一钵给他，叫他赶快走。啊，半夜三更送他走了。走了三天之后，他才向大众宣布。一波已经给人了，这人已经走了。于是大众才恍然大悟，不服气。你想想看，神秀跟他老人家多少年，每个人都以为一波一定是传给神秀的，怎么会给别人呢？啊，大家分头去找啊，把衣钵抢回来 啊，这是什么？嫉妒障碍呀！啊，神秀毕竟很不错，他还没有这个心，他自己知道，老和尚有智慧，绝不是随便传给人的。啊，他对于慧能还相当的尊重，这底下人不服气。啊，所以那是正悟啊，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了。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了，是一个动作，一个境界。啊，这是同时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难呐，太难太难。方东美先生告诉我，慧能大师之前没看到一个，慧能大师以后一直到现在还也没看到一个。这样的人真正是所谓上上根人。那么我们说达到这个境界的啊，有几个月才达到的，有3年5载达到这个境界的，也有10年8年，还有20年30年的啊，能到这个境界，到这个境界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但是那是慢慢断的 啊。佛教我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断见思，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再断尘沙，后断无明。尘沙断了，菩萨；无明断了，就成佛了。啊，不通过阿罗汉，不通过菩萨就成佛了，这个太少太少了。啊，能不能做到？能。你肯放下就能，你放不下就不能。这是真正的证悟啊，证悟跟解悟是两把事情。啊，解悟你所得到的是常识，我们今天讲知识，证悟的是智慧，本性里头。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人人都有啊。
就是这三种障碍障住了，你能放下全现前了啊，一时顿舍，他就一时顿悟啊。释迦跟慧能表演的是一时顿悟，没有阶级，啊，没有时间，就在当下。啊，那么达到这个境界，你看慧能大师，在他一生当中，啊，他麾下开悟的43个人。都达到他的境界啊，但不是一时的，刚才讲了，有几个月的，有几年的，有几十年的啊，但是都能达到这个境界。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去礼遣，回到中国来，那一年永平10年，公元67年，现在接近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诸位要知道啊，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这个佛，天台大师称他做分证即佛。啊，不是究竟圆满。啊，分证即佛，华严经上称为化身菩萨。啊，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想想他是不是平等的？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当然平等了。为什么平等当中还有阶级？这阶级怎么分法啊？41个阶级，初住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到等觉还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里头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41个位次通通住18庄严土，那可是一真法界啊。为什么称他为佛？用心不一样啊，十法界里面通通算是凡夫啊，十法界6道上面有声闻、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有佛，都算是凡夫。大乘叫外凡，6道之外的凡夫。这凡跟圣以什么为标准？以心为标准。真心是圣人，妄心是凡夫。什么是妄心？妄心是生灭心啊！你看我们的心念头啊，前念灭了，后念生了，生灭不停啊，而且生灭的速度非常大。啊，这用妄心，真心呢，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到了，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见性了。啊，他见到了啊，他就用上了。他用的是不生灭的心啊，我们用的是生灭心啊。啊，虽然经教学的多了，时间长了，长时间熏修嘛。
可是没用上啊，生活当中依旧用生灭心，这就是凡夫。啊，如果用不生不灭的心，那就是佛，就是法身菩萨。标准在此地，这个标准太高了。啊，华严经上41个位次，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前头有例子，千万不能疏忽。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断见思烦恼啊，就证阿罗汉果。如果见思烦恼习气也断了，那他就不是阿罗汉了，他是辟支佛了。啊，你看习气断了，啊，菩萨再升一级，当然了，菩萨断什么呢？断尘沙烦恼，比辟支佛地位高了，可是习气没断。尘沙烦恼习气要断了呢，他就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这十法界最高的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都断了，但是无明烦恼没断。啊，无明是起心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呢，他就超越十法界了，他明心见性了，他大彻大悟了，啊，真正得到平等法了。我们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他真得到了。平等里面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我们就晓得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那41个阶级从哪来的呢？习气厚薄不一样，因为无明习气没办法断，不像见思，不像尘沙，那个有方法断，这个没有办法断啊。怎么办呢？随他去啊，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华严经上讲3个20劫，这么长的时间无明习气自然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晓得无始无明习气厚薄不一样，所以说他有41个阶级啊，这40个阶级，说他有也行，说他没有也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境界是平等的境界，啊，都没有起心动念的，啊，无始无明习气要断干净了，就不是等觉了，叫妙觉，华严经。妙觉果位，就是究竟的佛果。妙觉不住十八土了，他住哪里？他住常寂光，就是他回到常寂光了。常寂光是自性，本无生灭，他回到那里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说，他9缘界就成佛了，
哪里是现在成佛？你要是成佛了，你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久远久远间早就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是佛。回到陈继光、常继光，就是回到老家了。禅宗里说，把你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了。本来面目是佛，本来是佛，哪里是现在成啊？将来成啊？没这个的，没这话。这都是叫分别执着啊。啊，本来就是啊，真的一点不假啊。那现在呢？现在你这个迷惑颠倒佛啊，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这么回事情啊。但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报庄严图都是虚妄的啊！它是什么东西变现的？无始无明的习气变现出来的。有无始无明习气，就有这个境界存在。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这个境界就不存在。就这么个道理啊！那我们要知道，你有见思烦恼。见识习气存在，你就有六道轮回。见识烦恼要是断了啊，习气可以不谈，断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就醒过来了啊。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你就到净土去了啊。净土里面见识烦恼没有了，有见识烦恼习气断掉是辟支佛，没断是阿罗汉啊。断掉尘沙烦恼是菩萨，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成佛，是法界的佛。佛要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就是无明放下了，他就真成佛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到十八处去了，又是一个梦醒，十八界还是一场梦啊，梦醒了啊。醒过来之后什么境界呢？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图啊。这个里头无明没有了，有无明习气，无明习气要是没有了，这又是一场梦啊，最后的一场梦啊。醒过来了，回归自性，常寂光，回到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好比是个零点呢，我们迷了变成众生，是从一念不觉而迷惑的，转了这么一个大圈，最后还回到常寂光，回到原点了啊。原点里头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习气都没有，回到原点了，就近了佛果啊。华严成为妙觉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啊，让我们回归到原点，才知道
本来是佛。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你什么时候能回到原点，就在你能不能放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怎能不放下吗？我们没有能力，就业障太重了，习气太深了，不能同时放下，每一天都放一点。啊，这是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天天要放，月月要放，年年要放，你才会有进步。啊，你放下一点，烦恼就轻一点，烦恼轻一点，智慧就长一点。啊，自信的智慧它向外透，它就会透一点。啊，你能放几分，它就能透几分。千万不能啊，去增长烦恼，那就错了。啊，烦恼一定要天天减少，不可以天天添加，那就错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事实真相啊！啊，三界六道非常痛苦啊！啊，这个出国就见到了，他就得受用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见到呢？你得受用就见到了，你没得受用，你没见到，会说不行。啊，真正在生活上用上了，在工作上，在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啊，虚脱环就是这个境界。啊，这是最低的，他用上了。他不执着身是自己，他没有边界，就是没有对立。啊，别人跟他对立，他不会给别人对立。啊，不对立，肯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体。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一体就没有对立了。啊，虽然形象不一样，就像我们一个是人身，人身是一体。你说人身有多少汗毛？汗毛跟我是一体啊。这身体多少细胞？细胞跟我是一体啊。啊，你看细胞组成，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通通全部细胞组成的，组成的器官不一样，作用不一样，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这个认识了不起，虽然没证的，你能够承认，能够肯定，啊，不怀疑，你就认识路了。啊，菩提道你找到了，你认清楚了。啊，你朝这个方向去，怎么会不成佛呢？在这个方向走，积功累德了。啊，虽积功累德，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如果心里觉得我的功德不错了，我积了很多，做了好多好事啊，有功德了，给诸位说那是福报。你看
一起心动念，把功德变成福德，福德离不了六道轮回，在六道里享受啊，功德可不得了了，功德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的。啊，阿弥陀佛加持是用这个加持我们了，不是假的。涅槃经上这段话，世尊说，我习与汝等不见是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讲的。提醒大家，啊，那么若能见是谛，则得断生死。什么人当机呢？在六道里头苦吃够了，不想再吃苦头了，这个人当机。啊，听到佛的话，他会有感动。如果对于六道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贪念不舍，听到佛的这个话听不进去，听不懂，啊，苦头吃够了。到哪里才能吃够？一定到地狱，到无间地狱，苦头吃足了。啊，罪业了，消得差不多了，听到佛这句话就感动。啊，支持汇集音译里面说，这属于戒律，支是禁止，像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那个叫不。都是知，啊，大概比丘戒是知持，菩萨戒是坐持，菩萨戒是叫你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苦谛者，苦以痛恼为意，这痛苦烦恼，一切有为心性。有为是有生有灭，反复啊。有为的心，有为的行为，啊，这就包括身口意了。有为心是意业，行呢是口业，是身业。啊，常为无常患累也，至所必恼，故名为苦。啊，常常为无常，这两个字用得很好啊。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包括佛法。佛法是因缘生的，只要是因缘生法，统统是无常的。啊，真正的佛法真常，真常的佛法在哪里？就是你的自信呐、啊，离开自信呢，无有一法可得。所以你要知道，佛跟我们
多么亲切，我们不认识啊。佛跟我们是一体，真是世俗人讲的心肝宝贝也一体。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只是六道众生，连十法界的，都是对这桩事情迷而不觉。虽然接触佛教的经典，佛菩萨常说，没听进去，总是把佛跟自己画成一个界限，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相干，就不知道是一体。佛经教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佛法从心想生，毗卢遮那从心想生，阿弥陀佛从心想生，立心想哪来的阿弥陀佛，哪来的华藏世界，心想什么他就现什么。所以佛在华严上说了两句话，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怎么回事情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心就是自性，是自性，自性是能生能现，万物是所生所现，所以现呢不起变化。为什么那么千变万化呢？那是阿赖耶，阿赖耶是识，识让它产生变化。心现识变，识是什么？是分别，是执着，是妄想。由分别执着妄想就千变万化，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识不是数字，识代表无量，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还原观上说得好啊，畜生无尽，那是识变的。没有识就不会变的。十报庄严图就是不变的。为什么呢？它没有识。凡是生到十报图，通通都是转识成智。他用真心，不用生灭心。不用生灭心，所以那个地方就不生不灭，就没有生灭。你看看菩萨在那边要三大二僧祇劫，这个寿命长啊，叫无量寿啊，把无始无明习气淘汰干净，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变化。三大二僧祇劫面目跟刚刚到那是一样的，不起变化，他没有生灭心。不但人没有生灭的，树木花草也没有生灭。树木常青，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哎。我们这树叶随着四季在变化。
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它永恒不变。啊，为什么？它没有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还没有起心动念，它怎么会变化？所以叫一真。啊，佛法讲真假，它的定义，会变的就是假的，不会变就是真的，它不变。啊，佛给我们讲的是事实。为什么人家真的了？人家把妄想分别之统放下了。你要相信，你能够放下，你跟他是一个境界。你就契入了。啊，千万可别误会。啊，佛活在那个年代，几千年前。哪能跟现在比？这科学发达了啊！我们享受这个电灯光，比从前电油灯呢，那是亮多了殊不知，佛不需要电灯，本身放光。比你这个高明多了，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啊？啊，我们现在出门交通工具有汽车、飞机、轮船，人家不要，人家有神足通，想到哪里神已经到了，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啊？佛有他心通，你起心动念的全知道啊。佛有宿命通，你过去是生生世世他全晓得，这现在科学办不到啊。藐视神仙，藐视佛菩萨，这个过失有多重啊！啊，他讲的这个可以试验嘛，这就是科学精神嘛，试试看，我们把执着放下，看看是不是阿罗汉的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做实验的啊！近代一些科学家，大概是最近二十三十年，不到三十年啊，最近的，他们已经发现了。就是意念念头这个能量不可思议，不就是佛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大概最有贡献的是德国的普朗克啊，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一生研究原子，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谚语说：“所谓也，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真的发现了啊！发现了，他的结论是什么？结论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是念头。原来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啊，意念从哪里来的呢？他不断去研究啊。他的结论是无中生有。
这个了不起，他说的我们完全懂啊。啊，他说的这个现象是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说过，八识，意识能量最大。啊，他攀缘的境界，是其他的心性所都做不到的。他对外能够圆到整个宇宙，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他还是有范围。啊，他圆不到自信，为什么？自信要放下才知道。你用第六意识，就用思考，用思想，你只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研究宏观宇宙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所观察的宇宙只能看到10%，还有90%不见了。这个话我们听起来也懂，90%不见了，到哪去了？回归常寂光了。啊，常寂光你绝对没法子发现它。为什么？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这三种现象都是它出生的，它自己三种都不是。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的五根，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圆不到；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第六意识圆不到。啊，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啊，放下你就见到了。啊，科学家没放下，真正达到了佛讲的最高的境界了。啊，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3000年的事情。啊，依照我们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的说法，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甲寅，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啊，灭度是在周穆王。依照这个年代来算呢，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啊，这个话是3000年前佛说的，跟普朗克发现的相应，等于说普朗克的发现证明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宇宙的缘起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意念不绝而有无明，阿赖耶出现了，阿赖耶不是真的，妄心从真心里面出现一个妄心，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啊，阿赖耶的业相今天科学家称为能量，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称为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科学家称为物质。这个不可思议，我们对于
阿赖耶的三细相很模糊啊，讲不清楚啊。啊，看古大德这些注解啊，年轻人学的时候听老师讲听得很模糊，看文字也看得很模糊，现在再看呢完全清楚了。不是文字上有问题啊，是我们的智慧没开啊，看不出来啊。啊，看到古人注解是半信半疑。这个才相信。外面境界没错，完全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无知，把它看错了。佛菩萨修行人这些大善知识，他们都有定功，都有智慧，他们所讲的没错，我们听错了，我们看错了，还责怪他没讲得清楚，你说我们造不造罪业？我相信呢，像我们有心无心造这种罪业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于是我很担心啊。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政法能不能救助？我真担心。为什么呢？没有那种真诚恭敬心的人来学习。纵然有善知识来教，找不到学生呢。学生找老师难呢，老师找学生更难呢，到哪里去找？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根本的根本，是敬业三福前面两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孝亲尊师，这是世出世间善法的大根大本，现在没有了。谁懂得孝亲？谁懂得尊师？这个心态丢掉了。圣教虽然在世间，也等于灭亡了。为什么呢？没人是后啊。不识货的人来讲这些东西，学这些东西，全都学偏了，学邪了，不是那么回事情。佛说的话是真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放下吗？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是佛，就这么简单的。放下执着，你就成阿罗汉，就超越六道，六道就不见了。
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真干不放下不行啊。现在几个人肯放下？对于这个身非常坚固的执着，这是我，从我就生自私自利，啊，叫贪好容易啊！中国古人真了不起啊！古人教人从什么时候教起？从怀孕的时候教起。现在到哪里去找？啊，中国的古礼，关于怀孕的时候这个礼，啊，做母亲的人一定要懂得，他起心动念影响胎儿，言语造作影响胎儿，所以怀孕十个月当中，行住坐卧都要端庄，都要有礼，没有邪思，没有邪念，这个小孩生下来端正，很好教。啊，小孩一出生，他睁开眼睛，他就会看，他耳朵就会听，他已经在开始学习，开始模仿。啊，所以在古礼，大人跟小孩见面一定要受礼。啊，一切不善的思想行为不能够接触小孩婴儿，为什么？怕影响他啊，这样保护啊，母亲是他的保护者，保护神呢。三年一千天，根深蒂固，他的根扎下去了。所以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八十岁不会变的。圣人呢，圣人是教出来的，佛菩萨是教出来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的社会把圣人佛菩萨统统丢掉了，批评他们是糟粕啊，是旧社会封建时代的东西啊，跟不上现在科学时代，都应该把它排斥，把它抛弃掉。这一抛弃，灾难先起了啊，旧的东西不要了，新的东西解决不了先前问题这个时候大家着急了啊，我今天看到同学们把这些灾难的标题送给我看，上一个星期好像有53起，这个星期50起，半个月了103起。怎么会这么多啊？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灾难怎么来的？那是果，有果必有因呐。啊，可是大家说那是宗教，是迷信，那不合科学。好，用科学方法去解决，科学解决不了。啊，这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啊，古人说的话有道理。啊，灾难先前找谁呀？找老祖宗才能解决。你要不肯回头，不肯承认，不愿意找老祖宗，那你就够受吧，有的受的。佛法常说，回头是岸呐。古人不傻了，古人不愚痴啊，古人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这个不得了的，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它能解决问题。你不放下，你怎么会知道？啊，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对老祖宗没有信心，对佛菩萨没有信心。信心是世出世间一切法最低的底线，这个底线破了就没救了。啊，中国能遭这么大的灾难，过去胡秋原先生说得好，啊，这是比我们长一辈，他大概大我20多岁，啊，是个很著名的学者，啊，我拜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啊，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说第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就是中国灾难的来源，这是第一个原因。啊，我们把民族自信心丧失掉了，盲目的去学外国人。啊，外国人的东西真比中国好吗？外国东西我们看到了，中国东西没看到，啊，全都被毁灭掉了。啊，到日本、到韩国还能看到一点点，啊，不多，但是非常可贵。啊，如果社会大众再不重视，看日本也维持不了多年，啊，也会消失掉了，那真可惜啊！啊，汤恩比所说的，能拯救现在的社会，能拯救这个世界灾难，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但是我们不相信，啊，英国人相不相信呢？他们半信半疑，我访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跟伦敦大学，我向他们讨教过啊。我说汤恩比说的，你们相不相信？他们对着我笑，不回答我。我反问一句：“那汤恩比说错了？”啊，他们很会笑，不说话。啊，最后逼着我不能不开口。我告诉大家，汤恩比没有说错。可能是我们对他的话解读错误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孔孟学说是什么？我接触的三个学校是汉学系，这汉学系是欧洲，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非常有名啊，他们的北京话说得很好，能够读古文，我们很佩服啊。啊，他问题在哪里呢？没有中国古人那种沉静的心。印光大师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了，学习的人没有那种真诚恭敬。就缺这么一点。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你能不能真正成就？啊，真正能了解古圣先贤的真实意义。都在沉静啊！啊，接受他们的东西要虚心啊，心地要打扫干净的，不能有一点脏东西，干干净净接受它，那个利益无边呐。如果带着沉静，啊，带着自己的想法。看法，那个问题就难了。看到的还得要批判他。你怎么能懂得他的真实意义？啊，经上这一篇东西，都是说的现在人心，学佛的障碍呀！啊，大论云，大论是大智度论，无量众生有三种生苦，啊，生有三种苦，老病死。啊，很多年轻人他还没老，还没病没死，他不知道三个苦啊。到他老了病了要死了，他才知道，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那么还有三种辛苦，这个辛苦他不觉得，贪嗔痴，这个是要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啊，要知道这三样的是苦，他还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不知道啊。圣贤人知道啊，佛菩萨知道啊。还有三种后苦，啊，后世苦那是什么呢？果报，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贪心、恶鬼、嗔恚、地狱、愚痴、畜生，
你跟他讲，他不相信啊，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是鬼话。啊，所以他对圣贤典籍，他怎么能看得进去？啊，他要拨一把火把它烧掉啊，就算不错了。啊，他很有善根了。啊，没有善根的人，统统把你毁掉。总而言之，有三苦八苦。戒，三界生死之患呐。地神生死时时苦者，名为苦地。啊，地是认真。去审查，去思考，去观察，生死真苦啊！生死代表什么？六道轮回呀！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真的是苦的。三苦，讲苦苦、坏苦、行苦。啊，八苦，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生。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而我们细心去反省、去观察我们自己先前所受的啊，极地呢，即以招聚为意，若心。与戒业相应，未来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名为戒。啊，即是造作，现在所干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业就是事，造作的时候叫事，你在做什么事，事情做完之后叫业。业感得来世的果报啊，善业的福报，恶业那就是恶报。明白这个道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就不造恶业了。啊！但是佛告诉我们，善业也不是真正善，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六道痛苦啊！欲界三种苦都有，苦苦、坏苦、辛苦。啊，色界天没有欲，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辛苦。无色界天，这是高级凡夫，连身都不要了。啊，所以他没有苦苦。没有坏苦，但是有辛苦。辛苦什么呢？他没有办法永久保留啊。时间虽然长，总有一天到头。
到头来的时候还要往下堕落，苦就来了。所以它不是根本解决啊。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啊，三界整个六道轮回佛看得清楚，他知道啊，我们在六道里面的人看不出来啊，以为有乐啊，错了。啊，下面讲灭谛，啊，净谛，净就是灭，啊，灭呢就是即灭，灭亦灭无为意，戒业即净。则无生死之累患啊，患累，故名圆灭。灭，果上不能灭，要从因上灭。我不造恶因，我就不受恶报。我连善的因都不做啊，那三界善的果报我也不受，你才能超越这个话要听清楚，不能产生误会，误会你还是在造业，你造的全是不善的。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后面有一句三轮体空，这叫修净业，果报不在六道里头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自己的心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断恶修善就对了。啊，那么这个断恶修善对自己来讲，消自己无始劫来业障习气，这自利对他来说呢，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一般人看到你断恶修善，真正明白人呢，看到你，你在行菩萨道，你在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住世八十年，教学讲经教化众生49年，不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吗？八相成道是表演的，不是真的。本来是佛，这一物啊，就是本来是佛。一物啊，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前，我早就成佛了。每个人都如是。
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灭要晓得灭什么？灭心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杂乱的东西，因为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一尘不染了。啊，现在这个心里头为什么有这么多啰嗦？啊，自己有的就够多了，还把别人的肮脏东西全放在心上。啊，可能别人东西要超过自己东西，变成一个大啰嗦头。真能算聪明吗？真正聪明人把它清除干净啊。除得干净的时候给诸位说，连佛法都不要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了。这话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你把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法都放在心上也错了啊。这些法是个善法，果报在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法要是啊，无量寿经净宗法门好啊，教你什么？统统放下，心里头不放一个东西不行啊，总得要有个东西，你才能把别的东西放下。净土宗教里，你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法是例外，全放下，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啊！目的何在呢？我就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就这一念，除这一念别无二念，到极乐世界去，你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就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从哪来的？是你自心变的，一切法不离自心，变法皆虚空界，没有一法不是自性变的，全是的，你就都明白了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心与法是一，是不是二啊？啊，这个问题才真正解决了，彻底觉悟了，不再有念头了。啊，有念就错了。啊，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要念阿弥陀佛。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也没有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没有到妙觉果位，阿弥陀佛抓紧了，我就这一法，他陪我证得究竟佛果。啊，一切法当中无与伦比，究竟圆满这部经就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讲这桩事情。啊，戒业寂静，
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无生死之患虑也。生死是根本，生死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十法界里头没有离开生死。这叫做灭。一诸烦恼皆时灭故，三界业也灭。三界善业恶业，善恶业都没有了。若三界业烦恼灭者，即是灭地有余涅槃。三界的业是因，因灭了，果呢？身体还在，这叫无余涅槃。这叫有余，还有一个身。虽有一个身呢，没有念头了。《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但四相没有了，四界没有了。《金刚经》末后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四界也没有了，念头没有了，一念不生了，身体在，身体有余，我身体不要了，叫无余一涅槃。这下面有因灭故过灭，学此报身时，后世苦果永不相续。这个身灭了之后，永远不会再搞这些轮回了，这叫入无余涅槃。所以涅槃什么时候真的呀？是活着真的。很多人误会，以为涅槃是死，错了。涅槃不能犯作死，涅槃犯作灭。灭什么呢？烦恼习气业因果报统统没有了，这叫灭。不能说死就是涅槃，那要死是涅槃，这不要修行了，哪个不死呢？死的时候都入涅槃了，这讲不通啊。所以涅槃是活着真的。所以他也翻作缘起。缘是圆满，功德圆满了。即是清净即灭。也就是说他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就清净寂灭了。这决定不能误会。可是今天误会的人真多。认为出家人死了都叫缘起了。都叫涅槃了。意思全搞错了。道地者，道以能通为一，通达没有障碍呀。道是道路啊，成佛的这条道路，了生死的这条道路。道路道有正道，有阻道。一般呢，正是智慧。住呢是禅定。正是看破。
做是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看破。看破是什么？彻底明白了，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了。啊，你像普朗克说的那个，他把物质现象真搞清楚了。原来物质现象是意念累积的幻象，我们看错了，以为物质是真有。啊，物质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这什么原因呢？频率不一样，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快一点就变成液体，再快的就变成气体，比气体更快的就变成光，变成电，电流。啊，频率不一样，全都是波动的现象，而且波动的是非常快速。啊，这个现象普朗克看到，但是弥勒菩萨说的，把数字都说出来了。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弥勒菩萨说，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啊，我们一秒钟，我相信有弹得很快的，年轻有力气的，啊，身体强壮的，一秒钟弹五次应该没问题。啊，如果说五次，以五次来说呢，一秒钟当中有1600兆频率，啊，它波动的次数，啊，一秒钟里头。1600兆啊，产生的幻象，我们以为是真的。了解这个现象呢，念念不可得了。啊，就像我们看电影，啊，我这里有一个电影的底片。底片是幻灯片，啊，这个放映在荧幕上，一秒钟几张呢？24张，啊，镜头打开，这一张现在荧幕上，镜头关起来，再开换第二张，啊，它换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24张，我们就被电影荧幕欺骗了，以为它是真的。啊，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多少张呢？啊，就是生灭多少次呢？1600兆。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24张就骗了你了，你就没办法辨别了。现在告诉你真相，一秒钟1600兆，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所以还原观上讲啊，出生无尽呐、啊。我们完全是搞错了，看错了，听错了，以为是真实的，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只有佛菩萨，他们的心清净，清净心就是禅定，甚深禅定里面看到了。所以诸佛菩萨是限量境界，科学家还是比量，不是限量啊，科学家借着数学来推理，
有这个可能，然后用精密仪器去观察，发现了。他告诉我们，这个念意念的速度非常之快。没有说出数字，非常快。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就是一弹指里头多少个物质现象呢？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物质现象，它累积在那里，你看到好像是物质。而且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实，实是什么呢？受想行识。那个物质现象是色，合起来佛经上常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它存在的时间是一弹指320兆，这一弹指，现在我们要算秒，以5次弹指是1秒钟，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这一个念头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五蕴。观世音菩萨看见了，五蕴皆空啊！用什么看到的？智慧啊！你看《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普朗克发现的这个现象。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在一个画面上，这他看到是这个，是的，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现在在科学里面称它做前卫科学。因为科学这300多年来，通通都是搞物理，精神现象没有涉及，全是物理。现在晓得这个东西，物质从哪来？是意念变现的。所以现在有不少这个年轻新的科学家研究念头，研究意念。我们相信有20-30年之后，被社会大众普遍承认了。有个什么好处呢？了不起的好处。第一个，你可以长生不老了。长生不老不敢讲啊，你可以长生长命，你可以把这个衰老减缓了，不至于老化的那么快。什么原因呢？你完全是善念，完全是清净的念头，你不会生病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老师我这里痛了，那里痛了，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了，问题真出来了。因为问题从心想生，这个意念能够让我们的细胞产生变化。正常的细胞，我们想它怎么会有问题啊？它真出了问题了。问题怎么出来？你想出来的。这就是意念指挥物质。所以不善的念头通通变成灾难了，善的念头就变成天堂，变成极乐世界。地球今天这些灾难能不能化解？能。如果我们贪心没有了，把贪心放下，
水灾就没有了。尘灰放下，火灾没有了，地球温度就不会这么高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愚痴没有了，风灾没有了，傲慢没有了，地震没有了，怀疑没有了，信心建立了，山崩地陷的事情不会发生，能解决啊。美国布莱登布斯你看去年他在悉尼科学家开会的时候他参加了他们第二天的会议完全讨论怎么样应对明年2012玛雅灾难预言？他说的好啊。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在这个阶段当中，真正能够觉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你说这话这个科学家也是从物理转到心理都去研究这个念力，发现意念的能量太大太大了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不能产生？我们念头散漫，太杂了，太乱了就像光，你看光，光芒四射我们看不出它的能量。如果把这个光收集起来，让它从一个方向射出来，就变成极光极光能穿透钢板那么现在这个光一张纸它都不能穿透，隔一张纸就能够遮住它所以这个光要是集中在一点，那得了吗？科学家发现，我们的意念要集中在一点，那个能量不得了。佛在经上早就说了，智心一处无事不办还有一句话跟这个相同的，止心一处是静止的止，止心一处无事不办智是控制，止心一处无事不办，能够治心一处，我们身体什么毛病都可以恢复，就是念头太乱了，太杂了。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不相信自己，这是真的。信心丧失，头一个丧失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自信心最强的，给诸位说，就是佛菩萨他们有绝对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无事不办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明天这个经大概可以，顶多两次。明天可能讲不完这个再一次就讲圆满了圆满之后我们从头再讲第二遍虽然新的本子没有印出来，旧的这个经本可以用我们还是用黄念老的这个注解，他的注解是集注
啊，你看注解里头引用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作101种，啊，总共193种，即经论祖师大德对这部经注解之大成，这个不可思议。老人谦虚，老人也知道他自己注解的人未必相信，这样一做了，大家没话说了，不能不相信。以经注解，啊，以祖师大德的注解为依据。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